OK，漂亮的游戏我来了，今天我们继续吧。哇，这游戏有够可爱，有够漂亮的哦，而且它技能也很漂亮，角色也很可爱。然后我等一下先看一下有没有手厨，我跟你们讲一下。啊，我都忘记要放技能嘞。和你在人世间没有让入心，而我是一只，我不能够是。哦，所以你看它九尾狐也非常的漂亮哦。简单的跟你们演示一下啊，不过这棋比较不一样一点，这棋要来讲一下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手出，给观众看一下。哦，这怪怎么这么难打了啊？是没有两倍速是比？哎，他好像没有两倍速呢，装备穿戴吗？怎么样？哎，他界面有点熟哎，但不管这个界面怎么样，我觉得很帅。你们觉得他有排行榜吗？装备，哎呦，你叫好友了哎，不要再弄了啦！应该是强制引导我可以不要再弄了吗？好吧，那强制教学一下啊。这样他这么爱强制的话，我比较想要把他们升级，因为我有点怕我真的打不赢，蛮会找借口的。奇怪，怎么不能放？昨天那集哦，其实主要不要再讲了。昨天那集其实主要跟你们看这个玩法，但这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手厨讲出来，这个吗？我、哦、他你看他界面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手厨，这个吗？宝典，而且他角色也很多诶。然后像我看有仓库任务，好友商店召唤这样子，然后甚至呢，哦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目前还没有20版，我们先来一个，哎，可是我现在也不能手抽啊，等一下钻石也不够，我看一下信箱有没有，信箱有没有送啊？这个好难讲哦，Light Pass，啊，
可是有排行榜耶。来，我可是不是吃素的啊。来，目前竞技场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好了。那因为他阵容也没办法看哦，你们就从这边看一下。竞技场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是我们的 Steven VIL。可是呢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国际版啦、啊，因为他这个是英文名字，不知道是繁中的玩家还是哪一国的玩家。对啊。